周刚拍完了一个台中独居的影片，如果你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哦。但今天傍晚呢，我有预约一个物美，可能会晚点再回台北。我想先去吃点东西，然后随便晃晃来杀个时间。现在呢，决定要来租借台中的 U Bike， 我要骑去一间咖啡厅 ，Go Go！ 但我觉得你这个弧度算是有一点微微的，不要到太重，对对对，有弧度我觉得就差不多。但是你真的画得不错，是啊，就是以我看了这么多人画眉毛，是你的眉毛是真的，我觉得算不赖的。你整比较像那个做眉妆的 YouTuber， 看起来很像，是不是？看起来很像，这里感觉比较内凹，这里比较凸一点。对，所以这边的视觉上，我会觉得说这边的眉形会比较有点弧度。会痛？没感觉。正常的，但是你还是会有感觉有东西在扎你，是没有那种痛的感觉。再说一次，我刚刚没录到。我没有看过你影片，但是我觉得你就是一个会扮丑。就是一个非常无厘头，然后感觉就是会扮丑的。你真的很会看人呢。可是你不笑是真的很严肃、啊。很凶，对啊。可是你一讲起话来，尤其是你刚刚脱口罩的时候，你那个脸完全是很反差萌哎。好了，各位，我回到车上了，然后现在大概7:30左右，开回台北差不多2个小时。我真的超饿，我要先赶快把这个煎饺解决掉，然后等一下我们就立马上路回家。酱王就是酱油给它加爆了啦。各位早安，刚刚做了一个墨西哥饼，但是我是走健康路线的，我去台中真的去太肥了。我刚刚还剥了一个橘子。墨西哥饼皮加起司真的是超级爽，如果你自己用的话，你也可以加肉片进去，反正你里面要包什么都可以。我现在非常的兴奋，因为我订的货终于来了，已经考虑非常久，终于被我买到的东西。哎呀，不要吵。OK， 不多说了，就是我买了一台拍照的相机。这一台呢是富士的相机，因为像有些旗舰款功能很多的相机体积都偏大，带出去玩超不方便。才刚下定完，然后官网就显示已售完，我真的是赶快来拆开它吧。这也太美了吧。你就放上去，然后再拿出来，这样咔嚓，然后再放回去就好了。呜呜呜！哎呦，怎么那么可爱了？我刚刚玩了
了一下相机，然后拍了妹妹跟牛牛。可是我拍没几张就没电了，因为这是新的相机，所以电池我就让它继续在这边充电。今天难得台北终于给我出太阳了，再给它晒一下吧。去年没有帮到黑辣妹，今年还是要继续努力吧。我刚刚去买晚餐，然后我买了韩式炸鸡便当，然后额外点了一个人参鸡汤，真的是太爽了吧！嗯，你们不觉得现在的电视要分两支，一个是 MOD， 然后一个是电视，很麻烦吗？忘记跟你们说我雾眉的复原期保养是要怎么做，但是每一家雾完眉提供的保养资讯不太一样，所以就不要按照我的，我只是纯粹跟你分享我这家是怎么保养。在雾完眉的七天内，每天用这个化妆棉加上生理食盐水，然后湿敷20分钟，我目前都还没有结痂啊脱皮的感觉。好，那我也顺便跟大家说晚安了，因为我这敷一敷我等一下就直接睡觉了，大家晚安喵喵。这猫怎么跳下来这么大声啊？你来干嘛？这个面线又不是给你吃的，干嘛？棒！你会不会太欠揍了？是谁准你靠在那旁边的？啊？真的太欠揍了吧！我来给大家更新一下雾眉后第四天，我的眉毛现在长得怎么样？像我眉头这边啊，有一些皮屑在开始慢慢的脱落，它不算是结痂，脱皮那种薄薄的感觉。所以如果出门怕觉得这样好像少了一点点颜色的话，可以再刷一点眉粉上去就好。早安，是怎样？这什么天气？四月还给我吹电暖气是怎样？啊？你不用付房租，不用付电费啊？真的很会考哎、欸，对不对？妈妈很会考，对不对？拼。哦，剩下节瓜你要不要吃？好吗？我现在基本上是已经完全复原的状态。通常雾完眉呢，你2个月之后还要再补色，这才是一个完整的雾眉的过程。给你们看一下我现在复原的样子，我觉得看起来非常的自然，因为当初眉毛有长一些小痘痘的关系，某些地方就是着色没有到很好，就下次补色的时候会再加强。但是我目前为止是还蛮满意的这样子。很好，真的。肩膀不舒服吗？6、7、8、9、10。你会不会太夸张？谁追你这个样子的啊？棒 ，Thank you， 棒。那这些呢，就是我的四月 vlog。那如果想要看我去拍我的生活日常的话，记得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哦。那如果喜欢我的话，记得订阅我哦。可以怎么样？再可以的话，记得帮我按个赞哦。我非常感谢你。那如果想知道更多的个人生活的话，记得追我的 IG 哦。好了，我们下期影片再见，拜拜。